乒乓赛场展开混双、男双、女单等多个项目的角逐。我国女单冯天薇在16强赛中3-1力挫印度选手滕尼森，挺进复赛。混双16强赛事，我国组合周哲宇和曾坚直落3局战胜马来西亚组合，杀进8强。他们将同澳大利亚组合争夺半决赛的席位。早前举行的混双32强赛事，我国组合周哲宇和曾坚3-0横扫斐济组合，轻松晋级16强。不过，我国另两支混双组合冯耀恩和王心如，以及郭勇和周静怡，都以2-3惜败给英格兰组合，双双止步32强。男双32强赛事，再次披甲上阵的周哲宇搭档傅绍峰对阵马来西亚组合，最终3-1胜出，顺利晋级16强。我国另一支男双组合郭勇和冯耀恩也表现不俗，3-0横扫塞舌尔组合，成功晋级16强。